我们这边这个称之为好色，对，好色。他果然是，那个相机到处乱射，他果然是。 没有带鞋套也不行。大家做的时候重心尽量往里靠，你们大家不要往外靠哈。后面这位大哥，你别动没事，你的中心位置了。好，前面四位重心不要往外靠，这个主椅是没有固定的，只是随意的摆放在上面啊。大家的手机、相机要拿好，不要玩开心的往水里扔哈。等下叫你含货并水货是吧？含货。 含货变水货，嗯，我们现在看韩呢，你们还在讲韩货？对呀，我们都含货。他是说含到含货。哦，还是。好好的东西变成含货。含货。对吧？我讲的是含货。含货。就是同道中人。哎。含的穿你是老条子。老条子。你看，我前阵看你们的一个笑话。哎。有个小子，公司人嘛老总啊，去这个应酬，把晚上嘛看个漂亮女孩，他们公司就给他过夜了。啊。他妈查房啊，扫黄给扫起来，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以后不得了啊。 他妈，他们总经理太太打电话到公司骂公关了，公关就讲了，他说啊，嫂子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哥啊，他妈喝了酒，说晚上一定要回家，啊，然后呢，因为酒驾被抓，酒驾被抓要关3个月，还罚很重的钱啊，我们想尽了办法，把他改成。 嫖啊，改成嫖，改成嫖，所以关一个礼拜，罚7天啊，那大嫂说感谢啊，要不然要关3个月啊，还是托关系啊，对，托了关系啊，所以从醉驾改为这个嫖啊，宁可当嫖客，也不要酒驾，酒驾。 酒驾罚得很重，对，所以啊，宁可当嫖客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对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们酒驾是罚得非常重的，对，对，我们不止罚重啊，还要判刑啊，工作也没了，哎，宁可当嫖客，不愿意当酒。 他不记得啊，我也不记得了，我也撞死了。对，你看，散户都了解了。你如果沿路不讲故事，太单调哦。再讲。还有一个。住在山上，是这个山上人家，你们从台湾来的，对，下部来，你们是来展销还是来干嘛呢？找茶的，泡茶，泡茶，来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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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茶，顺便泡妞，泡妞是什么？开玩笑，这怎么泡？你江湖走是不是？嗨。 哪有不挨刀？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在江湖走。你这个是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啊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那个住在山上怎么住啊？他怎么上去？那个是个庙。他怎么上去啊？那个叫白云庙。嗯，过来，好的，好的。
啊，他们师傅怎么上去啊？可以有三路走上去的。有三路啊？哦，你看大小炮。这个称之为庙，是因为这尼姑住的叫安，和尚住的叫寺吧？哦。这尼姑和尚他这里一起住的就叫庙。好，定好，起身。叫庙不可以，知道吗？好，对，好。好，过来了，来，看看一下，来，大哥，哎哎，哦，很好，啊，那盖那个庙还不简单，盖到那么高的地方，逆光我要用，逆光镜，哎，按这个，有票吧？打个票吧，多少了？我几分钱？啊？